信给烟火中写故事的人，写如何拥抱着平凡的生活，写你追过的星辰，回来谁在等，写同路，写晨昏，你和你的城，写你在迷雾渡口旁为爱长着的风和雨也未曾打败过你的真，写朴素的灵魂，赤脚狂奔过的青春，写父亲的眼神，归乡的票根，写大树的年轮，来自美术馆的馈赠，写故事有多美，一字一我们。我看见了他们的美，我要把他们展现出来。这是军装，我真的是离不开的。开饭店不能靠投机取巧，好口味才能长久了。这人生方向的事情，你自己坚定了，做什么都不会差。以邪压正是相对的，正必胜邪是绝对的。只有最强大的意志，才能成就最艰难的选择。只有努力过，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为现实安稳，写未来以当下脚步声为见证。这个世界，我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系。